各位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啊？每年三月也是大雅小麦丰收的季节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现况。每年大雅小麦节活动都会选择在宝兴宫周边举办，而且庙前除了有大广场好停车，也为了在地人贴心设了机车路考的训练场。拍摄这天就刚好遇到两位同学相约来练习，那就祝你考照顺利。旁边的麦田面积相当大，加上上周末刚举办过活动，有不少装置艺术，所以相当好拍。宝兴宫以外，大林路周边也有麦田，只是比较分散。而原本应该算是特殊景点的麦根小学堂，现在好像除非有活动，不然平日来有种落寞感。自己觉得，如果想在这附近寻找，那应该要弯进大林路241巷。现在除了可以看到向日葵，也有个比较隐秘，以三合院为背景的拍照点。最后一个景点秀山路的头角处，不过听在地人说，这区上周末已经收割，所以麦田全部光秃秃了，还没来拍的人今年就来不及啦。小麦田或许不如樱花和黄花风铃木耀眼，但看着它们随着风摆动，并且发出沙沙声，还是蛮让人感到放松疗愈的。如果再加上装置艺术，或者是老梗的麦香红茶系列，那光拍照应该都可以拍很久了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。